2015年台美人传统桌洛杉矶，传统桌的总召，你好。今天我们要开幕我们的圆游会，所以大家应该知道，五月就是美国的亚太月，Asian Pacific Month。亚太月有一个礼拜，就是做我们的台美人那个 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Week， 所以在那个 Heritage Week， 我们就准备我们的传统周。这一年的传统周，我准备很多比较有意义的题目。我知道我们有那个原住民，就是那个 Aboriginal Tour。我们有台湾的这个 Impression Dance。还有什么？今年我知道我们有一个展览站有那个 Echo Liu， 他今年要帮我们做一个比较特别的 art display。今天我要介绍我们大家，当然我的右边就是周清耀，是一个的副总召，program 对，我右边是 Hilda Lai， 他是我的副总召，最右边是大家应该知道是台湾会馆 Steven Huang， 我们的 Chief President 董事长。好，这样子可以拜托介绍，让那个 Steven 帮我一下。好，谢谢。OK， 好，各位记者媒体朋友哈，大家好哈。传统周哈已经进入第16年哈。那因为美国的这个对这个移民社会哈，对这个亚裔，尤其对我们台湾人呢在美国有一个这个移民的贡献。那么从2000年开始呢，就有一个 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Week， 这个是由这个总统克林顿所颁发的一个正式的一个传统周。那么我们16年来呢，节目都是琳琅满目哈，宣扬我们台美人在美国主要社会的一个文化的贡献。那么这个节目呢，琳琅满目，我这个节目单哈，还有海报都出来了。请各位记者们、媒体朋友自己拿哈。那我们这个是节目是虽然是传统周，但是我们的节目是跨了一个多月的节目哈，陆陆续续每个周末都有节目哈。从4月26号开始呢，银发族的仪式啦，还有那个清扫洛杉矶河呢，这个要特别再强调一下哈。洛杉矶河我们也是十几年来都是陆续不断的在做这个。这个配合我们洛杉矶市政府的这个公益活动。那么我们选的这个清扫洛杉矶河的路段呢，我们都是台美人都去选那个美国人主流他们认为最脏的最不喜欢去清洁的我们台美人就是负责那一段每年就是做的这个轰轰烈烈做的很有成效那这个今天呢也有我们台湾会馆，我们台湾学校有歌唱班。那么歌唱班一年来呢我们这些学员呢有一种发表会，就是在我们隔壁的大厅，今天有一个发表会。那么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又有歌唱比赛哈。歌唱比赛呢也是我们连续举办的13届哈。歌唱比赛这个也是我们南加州数一数二的最大规模的这歌唱比赛。往年呢都有超过100个人次左右的这个比赛人员，今年呢也是相当的踊跃哈。这个明天会开始我们歌唱比赛，下个礼拜是决赛，6月6号还有一个颁奖晚会哈。那其他的我们有这个这个艺术展览呐，有这个这些陆陆续续，还有那个义诊哈，妈妈的义诊哈，这个也是很特别的，还有乒乓球赛啦。还有这个萧泰然纪念音乐会哈，这个也是今年比较特别的。我们的音乐会呢，今年因为我们萧泰然是我们的音乐的国宝哈，所以我们今年的音乐会特别以萧泰然所的作词作曲跟有关台湾文化的背景来制作一个萧泰然纪念音乐会哈。再过来我们还有成年礼啦，还有这个艺术创作展啦，还有这个。兰花啦，还有这个其他的电影欣赏会哈，
那最重要的是5月17号的这个台美人传统周的这个圆游会。那我们圆游会呢，今年呢，在八安寺公园举行哈。那我们今年也台湾侨委会派来的代表，这个是文化大学的华冈舞蹈团。那我们在5月17号当天呢，我们会在我们的大舞台有2场的表演哈。那这个请记者媒体朋友呢，要特别跟报道一下这个是我们代表台湾文化精神的一个很特别的舞蹈团哈，来跟我们表演哈，来洛杉矶表演。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历史文物的展览呢，今年很特别哈。今年很特别，今年我们除了我们南加州有成立了一个台美人历史协会，那么今天会长因为不能参加，特别要我在这里特别向各位报告啊。那就是移民来美国的这些早期的台湾人，一直到现在哈，那就是有关台美人在美国这个奋斗的历史我们会整理出来，会在侨教中心做展出，这个时间是6月6号、7号。然后呢，还有我们有200多尊的这个布袋戏的戏偶，布袋戏的戏偶我们会根据这个历史的背景，还有它的戏码，还有它的剧情，还有演化的系列，做一个有系列的展出。这个总共有200多尊哦，包括《三国演义》《西游记》啦，《少林寺》啦，《史艳文》啦，还有《金光霹雳》等等，每一个系列的展览哦，这个是很珍贵的。有那个布袋戏哦，也有很比较大的。那个一尊的布袋戏哦，都超过1000块美金哈，我们有200多尊，这个是很珍贵的哈，这一点呢，这个是我们6月6号跟7号再会在洛桥中心展出。那么除了这个节目之外呢，我们也要很感谢，就是说我们有很多赞助单位哈，除了侨委会定期每年的跟我们 sponsor 以外呢，那我们有一些主要的这个sponsor 呢，比如说KC Bank 啦，或者 Autumn 这个 Hotel 啦，台美商会啦，整个第二等大通银行、皇家银行哈，等等，还有我们台湾会馆本身呢，也是我们主要的 sponsor 哈，这些 sponsor 单位呢，还有跟我们参与演出的单位，我们都非常感谢他们这16年来持续的对我们的一个台美人传统周的支持哈，我们很感谢他。我就简单先介绍到这里哈，谢谢各位。那请我们的另外我们这个文宣组的拉维娜哈，是不是有他这方面的要报告一下？实在是很感谢大家哦，今天外面实在很热哦，那大家这样赶场到这里来，实在是。很感谢，我们大家都很兴奋，就是今年的台美人传统周又来了。那我们周副董已经给我们报告的很详细。那么这个我特别就是说要介绍一下，今年呢，我们搬回去年我们是在 Cal State LA 哈。那人潮就是说抢棍。今年我们搬回我们 Montreal Park Bronx Park， 我们虽然是就是说再回来旧地方，可是今年有新的点子推出来。我们今年会有Shuttle Bus 就在那边载大家在我们 Montreal Park 那个 area。因为 Montreal Park 呢是跟我们很 friendly 的一个城市，你看像赵美心啊，那就在那里很久，就是我们一直就是支持这个台美人传统周的活动，从我们15年前1999年在国会通过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国会议员帮我们 endorse 这个活动。那赵美心他当国会议员以后，他又继续很 support 这件事，所以
几乎每一次我们的传统周他都有来，那所以我们把这个活动再带回 Montreal Park， 那就是会跟 local 用一个新的方式。那一天我们的 shuttle 会在这个那边的大街这样子绕哈，那谁要坐 shuttle 谁就可以上去，然后带到我们的园游会的地方。那园游会的那个美食啊，他们可以一起 enjoy 我们的美食啊，还有我们的表演啊。那除了那个，我特别再介绍几个刚刚我们周副董没有完全 cover 的。我们这个台美人笔会今年会推出他新的台美文艺，2015年的台美文艺，这些都是我们台美人作家在这里创作的作品。收集在看这么多哈，这么大的一本，那个这个活动会在5月16号开始啊，那就在我们会馆，好，那大家可以来看看啊，我们的作家他怎么样描写台美人的故事哈，另外有一个是那个原住民表演坊会在5月24号，那是从台湾这个台东那边过来的原住民，那个会在洛桥，那这些都是免费入场，那希望大家都来跟我们共享盛举，谢谢。Hey, 大家好，请我们董事长哈。大家好，那谢谢各位媒体大哥大姐们来帮我们到报道。那我首先也是要感谢这三位，如果没有他们这三位的话，可能还有我们的妹啊，还有我们办公室的汤花，今年可能这个演唱会可能就比较不好。那特别要感谢 Andy， 因为有史以来他是第一位连任的，那就是因为他去年那个很多新的创意，所以大家很喜欢，所以继续请他继续做。那也就是感谢他，因为今年他也是什么很尽力的，所以说。希望大家帮我们多报道，那让很多人来，那让我们有比去年更好的那个什么成果。谢谢。Say something， 跟你们某些话的，今天还有做过一点的，简单的。有啊，你不要有盈利啊，我这边没。哦，其实我们还是要谢谢Betty Lou 啊。Montreal Park Parks and Recreation， 他其实在我们后面帮很多啊。这一年哈，对啊，我们这一年是有点特别，就是以前都没有想过那个 Montreal Park Parks 公园后面有一个 recreation， 可以把它租出来。所以今年我把它租，把它 lease。现在我把它准备放一个那个文化展览在那边。所以呢，就拜托大家来参考一下，或者来参观一下。好，今天刚才那个 Hilda 刚才有讲说，我们有 shuttle service， 说5月17号shuttle 就是有几个地方你可以停车。City of Monterey Park 有一家华美银行，华美银行那个停车场你可以在一般人可以停那里，或者你可以去国泰银行。国泰银行就是 Newark 跟 Atlantic 那边也是一个停车场，所以车子停那边 shuttle 就是从10点到晚上7点都一直跑，所以就不用在那个 residential area 找停车位，这样子比较不安全。为了这样子，我们就为大家的方便安全，然后帮那个 Monterey Park 沟通，叫那个 traffic control 加好一下。对，这个是比较今年比较特别的，因为我们总章哈，因为从小就来美国长大，所以他的个国语哈，这个华文讲的不是很流利的哈，所以这个 Montreal Park 那个公园旁边有一个那个活动中心哈，今年我们也租下来，那租下来呢，我们会在那边做一个很一些艺术展览，跟台湾有关台湾文化的艺术展览，所以那个整个大厅我们都租下来，所以今年我们都是在。就是扩大规模，也是在从同一个地点但扩大规模。那因为Montreal Park 有4天的这个 play day event， 就是从礼拜四、五、六日，那礼拜天是最高潮，也就是跟我们台美人传统周这个合并举行。
所以那个公园本来就有很多人，又有那个什么 carnival 的一面哈，那所以停车可能就比较麻烦，所以我们会租了两三个地方哈。那我再 repeat 一次，就是我们会整天从早上十点到我们结束七点这个中间呢 ，shuttle bus 就一直在这个几个停车场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哦，所以来服务这个一些乡亲一直找不到停车的，那我们 website 啊，还有我们的 website 啊，我们的这个 flyer 都有这个资讯哈，啊，大家可以参考这个资讯，那我们会免费接受，我们会把服务做得最好，我们会把节目做得最好，啊。好，我们就我们报告在这里哈。如果各位记者、媒体朋友有要进一步啊不了解的地方，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合照好吗？去配合照。